住了打拐这个社会热点。真正得到关注呢，就是得到了社会热点的关注，第一个粉丝的高潮，那时候就变成几十万人了。从这个微博打拐之后，而很多的时候没有进行，首先是没有对这个事实进行很详实的核实，第二没有对解决方法没有一个进行一个建设性的探讨和建议，而流于情绪化，流于简单的传播。在我成为所谓的虚拟社会中的意见领袖之后，逐渐的习惯于个人的，应该说享受了个人的这个意见或者影响力的这个所谓的威力之后，很自然的就会有自然而然的形成一些飘飘然呐、啊，有一些忘乎所以啊，说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事儿啊。